你说实话，这钱到底哪儿来的？啊，那个有人啊，过60大寿，要办寿宴，这活我给揽下来了。哎，你别小看这买卖啊，大连街有头有脸的馆子全都盯上了，我是单刀赴会，舌战群儒，那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当阳桥上一声吼，震退了各路神仙，这我才揽到手。哼，谁呀？这么大的败仗！ 你这甭管是谁了，说你也不认识。别，你没说你咋知道我不认识啊？那个本家姓郭，哎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从头包到脚，你只等着数银子就行。别，您跟我说清楚吧。他叫郭什么来着？反正姓郭。跟我耍心眼儿。姓郭叫。 郭老，俩字儿。五，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啊？郭老五，是那个大汉奸郭老五吗？他，是汉奸吗？那郭老五是贴着日本人屁货混日子的，他为了讨好日本人，没少欺负咱们自己人。你就说他带头围剿庄河大刀会的事吧，那郭老五，杀了咱们多少好兄弟呀！ 回头，咱爷们能给他祝寿吗？给他祝寿，咱爷们短寿。这有话好好说，你火什么呀？都让你给我气的。咱是买卖人，咱只管赚钱，是吧？你甭管谁恨他，是谁要剐要留的，那跟咱没关系。他不耽误咱赚钱，不耽误咱做生意就行。不是，再说了，你说日本人赚咱们的钱。 那郭老五赚日本人的钱，那咱们再把钱从郭老五那赚回来，这不挺好吗？你甭说，啊，这买卖咱不能接。你要接了他，我都没脸再活着了。你赶紧把定金给退回去。不是，他就是个吃饭的事儿。你说这饭他再不好吃，你捏着鼻子怎么都能吃下去？怎么就活不了了？不是，再说了，我干这个。 这钱也进不了我兜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这个山东老酒馆好吗？你要是为老酒馆好，你就不该拉着他给汉奸祝寿，啊，你就不该往他脸上抹屎，你这不是帮他呢，你这是害他呢。我告诉你何一堂，别的事咱们都好商量，这事儿没商量。 这字据已经签了，退回去违约。违约就违约，不是赔多少钱？我出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，费了多少力啊？这到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！我还挨顿骂，我惹一身气，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？我这就能讲理。 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何一堂，啊，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，是大汉奸，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？他不光是我呀，这整个大连街有头有脸的馆子他都不去了。再说了，你是知道这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？那你要是不知道，他来咱馆子里吃喝，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？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，你为啥还要拦着买卖呢？不是，他是汉奸，咱不是啊，这。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妈，我跟你也说不明白。你呀，你们就是念书念的，你都念糊涂了你。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，有我爹呢。你当我干什么？还想打我呀？不是，既然都说不明白啊，那咱还在一锅里混什么呀？散伙得了。散伙就散伙。 哎呀，嗯，老贺，老贺走了，走走吧，吓唬谁？说走就走，这腿可够快的啊！盼着他啊，能踩上风火轮啊！您干嘛呢呀，大哥？
出去走走。贺掌柜，哎，停！我看着像贺掌柜吗？慢着点儿，锅里还有呢。嗯，那朋友太热情了，一个劲儿劝我酒，我都没来及吃口菜。别吹了，到底是咋回事？没事。陈掌柜，那不去了，你俩闹掰了。这天下大事啊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我跟我爹都过不了一辈子呢，何况旁人呢？哎呀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留着命，抻着劲儿，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一套一套的。行。你东山再起之前，啊，先留在我这儿。张掌柜，你这是可怜我。您说实话啊，我不是那种没地儿去的人，啊，您轻看我了。我知道你一肚子学问，饿不死。即使是饿不死啊，我还得吃香的喝辣的呢。这么说吧，啊。当年我来好汉爷的时候，你爹对我不错。如今他老人家走了，你呢就与我遇到难处，我正好让我赶上了，我不能不管呐，啊，我得报恩呐。就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。您报恩可以，但没必要报我身上。还挺硬气，这叫骨气。哎，你有骨气，啊！哎，我叫你来呢，是因为呢，这两年我身体啊不太好，啊，我想你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。你要找我帮忙就直说，没必要绕那弯子。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那你是找我管事儿呢，还是跑堂啊？当然是管事儿啊！既然你这话说出来了，就说明是信任我，这买卖我可以接。都看好了，执行不报者同罪。什么事儿？这都松了吧？松了。都说清楚了，说清楚啊！我让各位街坊啊都听好了，这回你们赚钱的机会可来了啊！大家知道啊，这几年呢，除了这个金小手，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悬赏。谁要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，抓到嫌犯，嘿，那就发横财了。所以啊，你们大家伙儿啊，把这眼珠瞪圆了，耳朵竖起来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都听清楚没有啊？听懂了？怎么怕了啊？
你看看你那哪儿，那钱袋子放哪儿都不敢接啊。也是啊，哎呀，这年头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家里人的性命要紧，对不对？哎，自己琢磨着办吧，收队。哎，哎。山的老北风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了，杀了六个日本兵，还把这六颗人头放在爹娘的坟上了。这老北风够狠，他爹娘都死在日本人手里，他这是报仇了。杀得好，杀得痛快。想当年咱们在金厂的淘金，老北风仗义救过咱们，是是。如今他血性不减当年，这气头顶着天呢。我是真想见见他呀，一块喝壶老酒。我也想，但是我更想他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关里去。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，日本人眼下都疯了。他要是能回到关里去，还跑到大连来干啥？都无路可走了。这么说，凶多吉少了。老天爷睁眼吧！光弹琴也不干活的，靠啥养活自己啊？嗨，这不吃你不喝你的，你惦记什么呀？不是惦记，是不老闲嗑呗。半掩门，还愁吃喝吗？你咋知道人家是半掩门？哎呦，听听这琴声，浪死个人了。咋没动静啊？人家不敢弹了呗。为啥不敢弹了？怕你坐不住，拱人家屋里去呗。哎，对了啊，前两天后半夜啊，我瞅见一个男的钻进他屋里面，天亮才走。你盯了一宿，这尿憋醒了，逮着个头，这再一睁眼啊，又逮着个尾，真假呀？他看错了，那天晚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后边黑压压的排着长队呢。来喝。哎，您里面请。老三样。啊，好嘞。一会儿菜炒好了，给您装盒拿过来，您坐。您先喝点茶。谢谢。哎，老妹儿，来吃饭啊？点了点啥菜啊？想喝啥酒，哥送一下呀。啊？人在这端着呢，你俩歇歇吧啊！你这啥没见过，啥没尝过呀？只要你开出价，爷绝不含糊。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这价呀保准低不了。这钱不是事儿，就怕这钱花了，再把我这老腰杆子折腾折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我说过，喝好酒啊，讲好话，酒是粮食精，不能喝进驴肚子里去。哎，你，我说陈掌柜的，我们几个进来喝酒是给你捧场，讲两句玩笑话不行吗？玩笑话不能戳人心，戳了人心就不是玩笑话，是恶语伤人。所以长在我身上，你管得着吗？就是啊，这捧场还捧出毛病了。
老酒馆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客来捧。走吧，从今往后不要再来。我凭什么走？我酒还没喝完呢。酒钱我全包了。掌柜的在不？哎，掌柜的，大将给您送来了。什么大将啊？你要的大将啊？嗯，老北方家送的，千万说好。这大将老好了，大鼻香，赶紧搬进去吧，还压着车呢。等着，我这就叫人去。来，快点！确实是好酱。哎呦！我说大哥呀，亏你想得出来呀！这队伤得不轻啊！要不是他拖累着，我还能杀几个小鬼呢。我得敬你酒，等着我拿酒去。啊，少来点动静！我现在就是个炮仗。这里都是自家兄弟，没事。我浑身的大酱味没啥胃口，算了，咱不喝。我的老大哥呀，你真给中国人提气啊！就是干了件中国人该干的事，不算啥。说点别的，我那老妹子还没信儿。那俩孩子也没信儿。自打他被那货郎骗走，多少年了？你没续个窝？续了，窝里续的喧腾，等着他。我老妹子打从跟了你，享了不少的福。谁能想到飞来横祸？我刚到关东那会儿，啊，要啥没剩，啥都没有。他能看上我呀？
是我小的有福，跟着我他没享啥福，吃的都是苦累。大哥，只要你大妹子不嫌弃，我这扇门永远敞着，等着他。我老妹子没有看错人，兄弟，我来。 是想看看你们一家人的，眼下就见到了你一个，也算放下一半心了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你咋走啊？你这腿都伤成这样了，啊？咋走都得走，我现在就是个炮仗，我这身响动，不能留你这儿。大哥，你是我的大哥。 在大连街，你救我这么一亲人了，啊！你就该留在我这儿，你就不怕吃瓜落，被当成炮仗，让人给放了？嘿，我老哥一个，哼，无牵无挂的，你说我怕啥？真把我当炮仗放了，我炸我也得砸死他几个小鬼子。大哥，你来的精彩，来了就该住下，把伤养好了。 走，咱们也得走出彩来呀！就这么定了。谁让你到我手里了呢？但是啊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你得收拾委屈。大哥，门窗都关严了，都坐吧。哎，在座的各位，咱们都是多年的兄弟。 一块从关东山里钻出来，又一块闯进了大连街。这几年来，更是一条心一条命。兄弟之间不能隔着心，有什么事啊，得跟大家呢都得说清楚了。长话短说，日本人严加缉拿的老北风，眼下到了我们这儿了。老北风是谁，大家都听说过，但是你们不明白的是，老北风为啥要到我这儿来？ 我不瞒你们，老北风是我媳妇儿的大哥，是我大舅子。他到我这儿呢，就是投奔我来了。从外讲，他杀了日本小鬼子，是咱们中国人的英雄；从里讲，他是我大哥，是亲人。不管里外，我都得护着他。我知道，要护着他，就是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。各位兄弟。 你们要是谁怕了，啊，把沾一身血，拿着自己的那份纱巾，悄悄走人，我绝不怪罪，更不会轻了兄弟情义。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能给大家添麻烦。大哥，您说这啥话呀？老北风是您大哥，也是我们大哥，我们也得护着。就是，咱先不说亲情那一撇子，那就说老北风。 敢砍日本小鬼子头，就这一手，我打心眼里佩服。要是日本小鬼子真闻着味儿查来，把我惹火了，我也把他们的人头砍下来几个玩玩。张大胆，张大胆，张大胆，就大胆。嗯，亮子说，他听掌柜的，掌柜的说咋干就咋干，我也听掌柜的。 你们这说话跟崩豆似的，我这都挤不出话来。张会长，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，也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就炒好我的菜，你看行吧？遇上事儿了，兄弟们还是一条心，都请着我陈淮海，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，不说了。 先谢谢大家了。那都是自家兄弟，这话就别说了。就是，行，不说了，那就都回屋睡去吧。老贺没信儿啊？
听说跑到玉四章那儿去了，难不成您还想他了？咱这酒馆没了贺掌柜，寡淡。眼下他不在也好，他那张嘴急了就把不住门了。行了，徐小姐。有话直说，吕大夫，您只管说，不用避讳。陈掌柜，你大哥全身的伤病不少啊，得要慢慢调治。眼下这腿伤最重，能不能治好，我没有把握。我大哥的事呢，你也都知道，在这条好汉街上。我能信得过的大夫就属您了，能不能治好您都得试试。我知道我这条右腿已经烂了，实在不行就砍了去。砍了哪行啊，留着就是没用，人也不矮啊。这话有理，那就留着。陈掌柜，我会尽力的，谢谢您。咋样？没把握？没把握也得治，说不定哪味药就好用了呢。大哥，您看见了没？那边那桌坐着的那个人。生的酒客来了好几个，您说他们能不能是奔着味儿来的？帮我多长点眼色。行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撞上铜墙铁壁了，能没事吗？你哪撞坏了吗？有点迷糊。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夫去？你是谁啊？说了你也不认识。不敢说，你想跑啊？我是山东老酒馆的陈法海，陈掌柜。不说假话，也不跑。杀气缠身。大难将至啊！有大难。我大哥爽快人了，那送给你个破戒指吧。啊，你去赶杀去，取回去跪在神速里啊，赶紧决断，不然追悔莫及。过杀身之祸呀！赶杀气是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不是开酒馆的吗？你那酒馆里啊有杀气。嗯。老北风来了咱们这儿，就洗了一回澡，在酒窖里边从来没出来过，除了您和那大夫，他没人知道啊。是不是送他来那车把式漏了风啊？那车把式要不是个稳妥人，能把老北风送到咱这儿来吗？早交给警察局领赏去了。是那大夫，我信得过他。老北风是您大哥这事儿，除了咱们这几个旁的人，还有谁知道？
关东山里的老人有不少知道的。难不成是关东山的人知道老北风来了大连了，猜测他到咱们这儿了？要不就是那算命先生胡说八道，那几句话赶巧呢？他是故意撞的我。您确定他是故意撞的？他撞我呀，就是想告诉我那些话。你不是开酒馆的吗？你那酒馆里啊有杀气。不会是您想多了吧？他故意撞我，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老北风在我这儿了。他为啥要给我提这些？这也算是为我好吧？他不认识您，他没必要帮您呐。我觉得他还是说的糊涂话，赶巧了。走着瞧吧。经六破碎，这么多年了，头回见你起啊！人老了，岁数装不住货了，吓得吧？谁能吓着我呀？酒窖捂得够严实的，露不出风去。那话不能那么说，上次那金小手，不是把咱们这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呀？可他不也啥也没翻着吗？那要是换成个大活人呢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金小手？就你那个脑子，金小手的一个，银小手、铜小手、铁小手，那可多了去了。你啥意思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老北风藏不住呗？他最好藏得住。他要藏不住，咱们爷们都得出去凉快去。送我走吧，待得好好的。走啥走啊？真是，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呢。他们早晚得摸到你这儿来，到那时候，想走也走不了了，你还得被我拖累死。大哥，你听谁说的？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？我猜的。有人来过，除了你和大夫，谁还能来？哎，嗯，你还是送我出去。头两天还跟这儿说，啊，我治好了病我就走。咋的了？这他突然说走就走啊？大哥，你一定是有事在瞒着我。别问了，行吗？再问就坏规矩了。你不能走。
大哥，你这腿的伤这么重，你往哪走啊？啊？掌柜的，有事儿？没事，正好路过，瞅瞅。这儿烟熏火燎的，哪有你熏一身味儿？还是出去吧。是。我说半拉子，你这刀工见长啊？不是吹，就我这刀工，大连街找不出第二个来。哎，不是你倒不谦虚啊？明摆着的事儿，谦虚啥呀？那谦虚就是不实在。你甭说这话说的多实在，啊，咱一家人嘛，就得实实在在。听见没有？好，好，好。大哥，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。你听谁说的？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？我猜的。有人来过？除了你和大夫，谁还能来？最好的是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似握手言和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看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
尽额，每一个生命中存留的记忆，每一次重逢，每一次失去，生命的赐予。一路上有我。